Hello， 爱奇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韦静。这次我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饰演的是刘备。那这个刘备呢，其实就是由止哥所假扮的。想知道这次银时空会有什么爱恨情仇吗？敬请锁定爱奇艺台湾站，我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跟你不见不散哦。Hello， 爱奇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子红。这次我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饰演的是关羽。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、耿直，而且最可爱的是，他看到喜欢的女生会脸红红哦。想要知道这次银时空会发生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吗？请一定要锁定《终极三国》在爱奇艺台湾站，不见不散。爱奇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F 马振怀。这次在《终极三国》饰演的是赵云，他是一个帅气、万人迷、超强的武将之一。想知道银时空这次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吗？请锁定爱奇艺台湾站，我在《终极三国》与你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博神。我这次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饰演的是马超，他是一个乐观开朗、活泼而且有点热血，还带一点蠢的一个角色。你想知道这次银时空发生了什么爱情纠葛吗？锁定爱奇艺台湾站，我在《终极三国》与你不见不散哦。我和你永在一起。